几种常用三角函数的句法分别为 sin x、cosine x、tangent x， 其中 x 为以弧度为单位的角度变量，为浮点形。在这个简单的实例中， x 可以任意设置，比如 1.705， 其正弦、余弦、正切的计算结果都显示在串口监视器中。